看见啦。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咧，DJ 日记，香港人在大马生活呢一集咧就系第100集啦。呢一集咧，即系100集啊嘛，梗系要有啲纪念性啦。谂嚟谂去，究竟拍乜嘢好呢？咁啊，谂咗几日啦，几日都冇出片啊，终于都谂到啦。咁其实100集，喺短短呢几个月里面啦，好似好多咁啊，我自己都感觉得多。内容呢，我要即系成日都要谂啲，想谂啲新鲜啲嘅内容，新鲜啲嘅题材。因为我见到睇 DJ 日记频道嘅朋友，有香港朋友，又有马来西亚朋友，咁大家嘅口味都有啲唔同嘅。咁我好想会多啲更加丰富、更加丰富嘅内容俾大家。咁100集，你话多唔多，话少都唔少咯。就算我以前睇剧集，都好少有100集咁多噶嘛，20几集就完啦。哇，点拍100集啊？你估真系爱回家咩？日日翻屋企食饭咁拍100集唔得掂噶嘛，唔可以咁嘅。咁所以咧，要谂究竟拍咩好。好啦，咁今日咧，终于都谂到啦。我咧，其实谂到一样嘢嘅，就系其实零好似由冇嘢开始，到100好似一个完结咁样啊，100分满分一个完结咁样。我好想有一啲重新嘅开始嘅感觉俾大家睇到，或者重新嘅挑战俾自己。今日咧，我就嚟一个挑战，由 DJ 拍第一集开始。記得咧係講緊話俾介紹俾朋友聽，究竟 MMEH 係點樣申請嘅，嗰啲條件係點樣啊，啲手續係點樣？跟住4月份就正式過嚟馬來西亞考察啦，跟住拍當地嘅情況啦，馬來西亞究竟係咩啦？其實我都係知啲唔知啲，都唔係知好多嘅，睇下周圍環境咁樣帶大家。跟住拍下覺得咦？衣食住行都拍下啦，又拍下樓盤，又拍下食嘢，又拍下去商場去玩咁樣，直至到搬咗過嚟呢邊啊，搬咗過嚟呢邊，咁我哋8月份正式搬過嚟呢邊啊嘛，睇到嘅嘢更加多咯，哇！好似譬如公園嗰度，原來嗰度有隻松鼠喺度爬緊樹嘅，好得意嘅。咁我哋平時之前唔會睇得到嘅嘢，咁啊好希望乜嘢都拍落嚟，即係咩都拍落嚟嘅，行街市都拍。咁咧，再嚟緊第二個100集，究竟拍乜嘢好呢？希望有一啲新鮮感俾大家，或者俾一啲新鮮感自己啦，唔係拍嚟拍去，有時都悶噶嘛。今日咧100集紀念，我咧就要嚟一個挑戰。挑戰乜嘢呢？陣間我就會喺呢度做3樣嘢。第一樣嘢，做100秒嘅平板支撐，100秒平板支撐。DJ 話要減肥嘛，練翻好啲個 core 出嚟啊。第二樣嘢做。100下卷腹做腹肌，哇！嗰、那個馬甲線，之前咧 DJ 喺香港做咩㗎？知唔知啊？大家 fit cam 啊嘛 ，fit cam 咪教人哋做運動咯，馬甲線訓練營。嗱，香港嘅朋友可能會聽過㗎，馬來西亞嘅朋友未聽過。DJ 喺香港咧就係搞緊一個馬甲線訓練營，同人哋一齊做運動，成班人喺公園度做運動。所以今日呢100集咧，又諗到嚟公園自己做運動啊！遲啲約大家出嚟做運動。跟住再加多一樣嘢，就係做100下掌上壓，100下掌上壓。啊，呢個係一個挑戰嚟㗎。而家呢一刻 DJ 冇乜點樣練習咧，我都唔知道做唔做到，陣間睇下就知啦。好，第一個挑戰啊，100秒平板支撐，練好啲嗰個核心啊，核心嘅腹肌啊 ，core 啊。啊，100秒有幾耐啊？大家知唔知道？唔係好耐嘅啫，其實，但係你做一啲有困難嘅嘢咧，就會耐噶啦嚇。啊，咁咧拍片咧有一樣嘢係困難嘅，就係要講嘢啊。咁我冇理由呢100秒裏邊唔出聲噶嘛，係咪？咁大家咪好悶咯，跟住走咗去唔睇咯。嗱，大家可以睇下我個。肚腩仔啊，嗰、那個腹肌啊，啊！而家仲有60秒震緊嘅，唉！咁做平板咧，第一樣嘢最緊要咧，就要堅持啊！其實做乜嘢都要堅持噶啦，跟住咧嗰個動作要啱。如果你動作唔啱咧，好輕鬆嘅啫。但係動作啱咧，你真係會感覺到
个人震紧噶。嗱，平板支撑我好有信心嘅。两年之前我做四分几分钟，四分几钟啊，而家做咗三十秒。大家同我一起做啦，不如好唔好啊？一起做，初初唔好做一百秒，三十秒开始。做咗十秒，十三、十二，一起帮我倒数，十、九、七、六、五、四、三、二、一、零。Stopping session. 咁啊 ，DJ 咧，其实都系一个几中意挑战嘅人嚟嘅。咁诶，但系好多时咧，去到一个挑战完咗之后咧，都会好想再有一啲新嘅挑战咯，再呢个新嘅挑战。正如 DJ 做 YouTube 去到而家一百集，即系感觉上好似系一件事完咗咁样啦，攞咗一百分之后，又要想重新搵啲新嘅挑战出嚟。咁诶，我唔系叫大家同我学我咁样去做 YouTuber， 因为人生里面其实好多身边嘅朋友或者我自己都系咯，好多事系想去做嘅。但是往往呢就停留咗喺構思嗰個階段嗰度，或者尋找方向嗰個階段，停咗好耐好耐好耐，唔去行出第一步囉。我好想好想借住我而家啦，借住而家嗰個影片都有啲朋友睇，都有好多朋友睇，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一定要行出第一步。當你行出咗第一步，你就有機會去做得到，或者做唔到都係嘅，唔一定做得到嘅。DJ 咧成日有個格言啊，每一件事情你唔去做、唔去試，就一定冇，一定唔會成功噶。你去試，你行出第一步去試，咁就有機會成功，起碼有個機會咯。咁呢個係 DJ 格言嚟噶，唔做就一定冇。做咗唔一定有，但系起码有一个机会俾自己。做完一件事啦，做唔到一百分，做到五十分，咁我都赚咗五十分翻嚟咯，起码都储下储下，就会变成一百分噶啦嘛，系咪？好啦，跟住我哋做卷腹，跟住我做第二个挑战啦，一百下卷腹，主要做腹肌嘅，咁可能我会做啲唔同嘅动作啊。大家想陪 DJ 一起练马甲线咧，一起做啊，顺便啊嘛，横掂都坐喺屋企睇紧我，一起做啦，坐喺地下得噶啦。咁未必可以连续做晒一百下嘅，分开嚟做冇问题。好啊，嚟啊，喂，一、三、十、唔知有冇数错啊？二十啊，仲有八十下，转下姿势先，转下位先。唔做一定唔得啊！做到二十下都系二十下咯，好过冇。好，一、二、三。29、30。39、40。三。
四十五，哇，仲有55下，真系漫漫长路啊！有冇人陪我做啊？啊，好寂寞啊，系咪啊？啊，有时真系好多事情都系啊，做到半路中途咧，想放弃。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唔放弃啊？找人帮我揸机，影住佢，自己同自己做一啲承诺，话要做100下，冇得放弃啦啩？好，再嚟，46、49、10。65，仲有35下，完啦，就嚟完，一定要坚持，35，一定要捱埋佢，就嚟得啦，忍耐一下。做埋就翻屋企啦，叔，你要陪住爹哋走噶嘛？我知道你攰啊，我仲攰啊，啊，你陪唔陪爹哋一齐行？好，好，仲有35啊，嚟啦！70、71、3、4。唔該曬。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哇！90下，快啲！好，嚟埋佢。91、92、93、94。95、96、97、98、99、100。啊！应承咗自己要做嘅嘢，一定要尽力做得到。就算做唔到，你都要做，做得几多做几多。呢个系对自己嘅承诺啊！正如 DJ 初初拍片。身邊的朋友冇人會支持的，每一個都話覺得，哇！你唔好傻啦，講嘢目目獨獨，一嚿一嚿咁樣，笑鬼死人啊！我真係唔想睇啊！跟住有啲朋友就會嚇，唔係啩？你咁樣都擺出嚟俾人睇，你真係唔好害人啦！睇到人哋嘔啊、肚痛啊、發燒都似啊！啊，自己。即堅持下去啊！堅持下去要做呢樣嘢。而家係好多朋友調翻轉頭，即係好開心嘅。佢哋真係會多謝 DJ 話俾我聽，原來馬來西亞一個咁好嘅地方。啱啱頭先有個 fans 就係啦，嚟到馬來西亞同 DJ 食早餐，就係話真係如果唔係我咁樣擺啲片上去咧。佢哋唔會嚟咗呢度生活啊！即係我自己都好感恩嘅，好開心嘅，所以我冇理由放棄咯，冇理由放棄。OK， 仲有100下掌上壓，做完就翻屋企啦嚇。OK， 你幫我手數啦，打氣啊！快啲 ！OK， 我嚟啦。
一飞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八十九二十啊啊做咗八十下啊点解以前可以一次过做八十下现在做二十下而已怎么样行不行做不做得完了不做了顶不上了大女又要赶住回家回一回气先21 23 24 25我知道啊最难的做掌上压是最难的因为这轮开始了又跑翻步又练气但上半身呢实在太少练习了给时间有时间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时间用完就没有了一定要捱埋它五下五下都要捱埋它好26 27 28 29 30 31 32 33三十三好远啊离开终点继续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睇下个肚腩，做一次唔够噶，三十几啊而家，三十七，三十七唔系三十八咩？帮我数住唔该啊，我数唔到啦。我快啲，加油！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44 45全世界在现今社会最难做的一件事知不知道是什么最难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令自己身体好啊你不做运动一定不会身体好所以即是为了可以继续得有得享受这里的生活即是 DJ 呢离迟了过了半世人有多才来这里生活才发现这个地方来到更加要珍惜练好个身体没好的身体呢过不到很多日子现在几多少四十八是吗四十七咋为什么不是四十八的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继续五十四五十五这些朋友都是觉得哇教练你今天为什么你们以前做到的五十五啦，系咪啊？唔好记错啊，翻大个要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阵间送多两下唔紧要，五十五啊，你唔好学教练啊。
以前都是这样对你们。不行，要跑。嚟紧咧，一百日，俾一百日时间 DJ， 每日都要做，每日都要咁样做。有冇人想跟我一齐？吓、啊？如果有十个朋友跟 DJ 一齐咁样做，唔使做一百下，因翻自己嘅能力，逐啲逐啲嚟。即刻我约大家一齐喺公园做，超过十个朋友一齐，一齐做嗰个动力更加大啊！这个都是嚟紧 DJ 的其中一个心愿啊，多啲人一起嚟呢度过啲好的生活，交多啲朋友，带起呢度的气氛，开开心心咁样去过自己的生活。五十几啊？定六十啦？吓、啊？五十五啊？定六十五啊？五十九。五十九。我仲以為五十五添，死啦！嗰個頭腦開始唔正常，五廿九啦 ，OK， 快啦！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繼續。壓嚟噶頭先。六十七啦，快啦！做多幾轉得啦，有耐性，唔好熄機啊！大家唔好行開，陪住我，好快完啦！繼續啲，要唞啊，唔得，六十七，好啦，七十之後咧，要用膝頭哥做啊，手你睇下，硬曬。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之后转膝头哥，一定要做到，做得做得唔好唔理想唔紧要，捱埋佢。大家初初做嘅都可以用我呢个方法啊，用膝头哥做。尤其是女士啊。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做咩要咁傻啊？有冇血压高啊？唔知啊。你哋要飲可樂啊！快可樂啊！我冇收可樂贊助費，但係都要飲可樂。如果將來咧有機會可樂贊助 YouTube 嘅頻道咧，開心到不得了啊！我要飲可樂，可樂八十啦，俾啲耐性，冇耐性唔緊要，小朋友，大人有耐性教你就得啦。再二十下，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做埋佢。阿妈。快啲，仲有最后五下，快啲！我要帮你啊！快啲！坚持！最后五下，快啲！好！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做完运动唔可以坐，哇，手震紧，
大家放心，一百集完咗之后，有第二个一百集，有第三个一百集。只要大家仲喺我嘅身边，叫多啲你哋身边嘅朋友过嚟，一齐做运动，一齐享受好嘅人生，冇咁容易放弃。自己觉得值得做嘅事，得起心肝做。香港好多朋友听完 DJ 嚟咗马来西亚，好想好想嚟，好多事放唔低工作，唔知道新嘅环境会系点样。DJ 而家行先一步，带大家睇。行先一步，你冇吓死。唔系嗰啲行先一步，带大家嚟咗马来西亚呢个咁好嘅地方。咁舒適嘅生活環境，咁多馬來西亞朋友支持我哋，過嚟呢度，快啲行咗嗰一步佢，前腳行，後腳就跟㗎啦，要嚇，跟住一定跟到㗎啦，唔使擔心。好啦 ，DJ 仲有三個願望，三個挑戰或者三個想做嘅事。第一件事就係頭先講咗啦。繼續拍多啲 YouTube 片，分享多啲 DJ 見到嘅嘢，好又見到拍下，唔好又見到拍下。第二個心願，100日時間做翻重複嘅嘢，可能中間要休息噶。正如頭先我做100下都唔可以一次做曬，100日時間做翻頭先嘅嘢，練翻好身體，練翻啲腹肌出嚟。而家真係好核突。第三個心願。DJ 繼續留在呢個馬來西亞地方，我要找認識100個朋友同 DJ 一起合作，做生意又好，交新朋友又好。DJ 100位朋友，100位好的朋友在呢度一起合作，一起令到 DJ 在馬來西亞居住呢個生活更加完美，全部人一起都要好完美，去過埋我哋嘅。生活唔好受其他嘢影响，自己做翻自己啱嘅，认为啱嘅，想做嘅嘢。好多谢大家 ，DJ 好长气系咪啊？多谢晒，多谢啊！硬晒啊手，你摸下我手，我唔想摸，成身都系汗啊，硬晒，笃都笃唔落嘅，唔系讲笑，唉。好开心啊！完成到啦！可口可乐，完美人生，可口可乐。下一个100集，重新开始，饮杯。